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直播。这干净世界，干净世界，我搞不明白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直播。干净世界，他其实刚才我们可以按照正点可以播出了，结果他干净世界那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播起来了。他现在这个，结果他的麦克风本身自己又都给挡住了，我不知道了。我就跟我们还是同时直播了，我就跟朋友这么解释了，我们就尽可能的提前往外播，往开始播。OK， 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我们没讲，我们第一个主题先跟讲这个美国今天晚上将到达的飓风，它叫 Milton。这个飓风的 Milton 来的比较，就是来的太突然了。现在目前的状况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状况，在整个佛罗里达州叫什么 Tampa 啊那个地方，整个城全都清空了，认识一个朋友就住在那个地方，住在离那个他的市中心大概100公里左右，他自己有两处房子，是个白人，太太是墨西哥人，他自己是白人，他们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条件的人呢，特别年龄大的，那他在冬天呢就到佛州，在夏天呢就到北边，他自己讲说他的房子可能会完全被摧毁，有可能完全被摧毁，他计划10月19号，今天是9号。回那个佛州，但是呢他自己心里没谱，他认为会非常危险的。Milton 飓风本身呢，大概在今天是星期三，在星期一的时候没有把它当回事，不认为它如何，星期日就说知道是有这么个东西出来了，但没认为它有多严重。在当时周末媒体讨论的还是9月26号出现的海伦飓风。海伦飓风我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它比较要命的，就是在北卡那个地方，它把整个最高，就是全球精度最高、纯度最高的石英矿给摧毁了。那这个消息一直被掩盖，我们也是就是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，那个石英呢，我们现在用的电脑、用的手机里面的芯片的部分，都包含着那样的一个石英的成分。那件事情是9月26号出来的，它带来的给美国带来的伤害比较大，所以在周末的时候，人们还在讨论海伦对美国的影响。结果到昨天，大概昨天的上午，前天的晚上，昨天上午，那这个密尔顿飓风就突然升级，一步跨到升级到5级。五级的飓风据说大概20-30年来最这将是袭击佛州最厉害的一次飓风，所以要给佛州本身也带来了，就是他猝不及防，没有任何准备。那这些人呢，在佛州住的人是能够经历飓风，但是呢他没有这么仓促。昨天晚上到了这个坎昆啊，坎昆那个我去过那地方，他说到坎昆时速，风的时速1小时143英里，143英里，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习惯按照公里算的话，你乘以1.6，所以1.4，如果乘以1.6的话，那就是200公里，可能超过每小时超过了200公里啊，大概210公里、220公里，这很难想象，对吧？开车也开不到这个速度。开车你开到每小时150公里、160公里，一般的人就一般的车根本就不行了啊！你开那个日本车，你开到145到200，它就晃悠了。那开欧洲车、美国车呢还可以，但是开到150多公里的时候，人在车里面就受不了了。那他昨天晚上到达坎昆的时候，
就高达每小时220公里左右，那人就吹飞了，就说句心里话，就吹飞了，没了，什么东西也就都没了。如果它经，只要它风力经过的地方，那现在呢，依然以这个速度在接近美国，今天晚上到达佛州，正面袭击佛州，那这是就是几乎媒体上。大家就惊呼，就是太出乎意料了，完全想不到。而且他比较难以解释的就是他为什么坐地就砰就一下，就大概一开始也就一级吧，可能不到两级，一下就是发展到五级。所以他在这个昨天夜里的时候昨天半夜的时候美国的商业电视台 CNBC 做出了一个估算。他说估算直接给美国带来175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。1750亿，我们就一直跟大家做过一个比较，整个台湾一年的 GDP 7700万到7800万，那这一个飓风会给美国带来1750万的损失。那这只是一个直接估算。那会有，比如说会有死多少人呢？这个没有任何人知道。那我知道那个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呢，他没有任何办法，他自己只能说，就是祈祷了，他只能祈祷了。那因为他的户口在佛州，所以他19号赶回去呢，是为了大选啊，是为了去投票选举。这是让人很，我只能说很感慨。所以那因为风还没有到，人们现在的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头。结果昨天等到夜里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就因为密尔顿这个词儿啊，各个西方国家太多了，北就在北美呢，很多州啊地方都叫密尔顿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名字。去查这个密尔顿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就后来在中文里查不到。后来查到，据说在北美的课本里面有介绍，密尔顿的意思是亚当夏娃，是亚当和夏娃，也就是说是人最开始的这个在西方文明中的人，就是红尘人类的鼻祖。他也没有他再更多的解释，我个人就一摸脑袋，那么瞎了吗？对吧，那不是就瞎了吗？他瞎在哪儿？我们昨天在介绍比格斯的时候，比格斯讲述的就是夏娃亚当契约结束，那应该开启撒旦的七年。那撒旦七年呢，他就去蹂躏人类社会。他的概念就是当初亚当出世之后被逐出伊甸园，然后就建人类社会就开始有了，然后这就叫亚当契约。那亚当契约结束之后，就是亚当夏娃遭到的惩罚结束了。那结束了，它产生在伊甸园，对不对？夏娃也产生在伊甸园，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说，他们有可能还会回到伊甸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把撒旦给扔了嘛，对不对？撒旦就被。真正的罪恶是撒旦，所以把撒旦扔了呢，就撒旦就要蛊惑，就是祸乱人间七年。当亚当不再去在人类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犹太人有关，啊，犹太人有关。但是呢，昨天比格斯说神说了，他没说那神是谁。我提醒朋友，他没说那神是谁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再提醒朋友，那个撒旦是来自于耶和华圣殿，是来自于耶和华圣殿。我们节目中就一再跟朋友说，如果按照涛哥理解的，就是在当初耶和华的圣殿不够纯净，如果它够纯净，为什么六一大天使可以在耶和华圣殿的殿堂的
这个地板上，从而逆反欺师灭族啊，那是在天地中那是最大的罪，可以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滋生出六翼天使，滋生出他生命的恶。我相信基督徒不去敢挑战，也不可能是这么想。那在涛哥的眼睛里，我觉得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当成一种文化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涛哥也不是基督徒了，所以就大概就这么回事。昨天没跑，今天爆仓了，一会儿说涛哥你乐了，我爆仓你乐了。哎呀，这涛哥昨天节目中讲的太清，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，我们先说这飓风。所以这是给朋友提出来的。所以当米尔顿这个名字代表亚当跟夏娃的时候，跟昨天的比格斯这个比格斯说的预言，他看到了亚当，他没看到夏娃，他看到了亚当被夏娃诱惑之前的样子，就是吃了那个果子之前的样子，那是回归的镜头，就是回到他本来的最干净的状态。那结果，那如果这么去合在一起的话，如果我一再提醒朋友，就是同样比格斯说的巴黎奥运会那场火没有烧，推背图说有一人担任弹弓，说的是不是张友侠？我们今天节目会说习近平应该是被架空了，给架起来啊，应该被架起来，所以张友侠起了决定的作用。涛哥讲的真假习近平so far到目前涛哥是坚持的啊，真假习近平是指存在，同时即使是真的习近平，他已经失去了权力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了一个极其诡怪的现象。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主了，没有做主的人了。这个就是这是一种乱，就是乱象将展现了。OK， 我把这个说完了。所以他的跟比格斯讲的巴黎奥运会，他没有这个，本来说有大火没有烧，后来我说是因为闭幕式是不能被代替的，闭幕式向人类宣誓，对吧？这个路西法下到人间，被上面抛弃了，被时间抛弃了，他那个轮是时间轮，时间是神，所以就被抛弃了。欧洲的教堂被烧是欧洲人自己堕落的结果，对吧？是西方的文明衰败的标志。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西方的文明衰败的标志。所以他就这就是涛哥一直说文结束了，就是犹太人的这茬文明结束了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亚当如果比格斯说对，看的是对的话，都回到伊甸园去了，西方文明还有吗？没了，大门关了 ，close 了，没了怎么办？重新再来了。比格斯又更新了两个视频，全都是祈祷。比格斯更新了两个视频，全都是祈祷。为什么？没招了，全都发生了。他能够听得懂的，就是带着能够他认为的，带着别人去祈祷，仅此而已。我们昨天分享的视频是指这件事情安定、结束的样子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按照他走，所以昨天他两个视频都是祈祷，我说那就对了。所以这是比格斯
可贵的地方。这个人很老实，这个人不去添加过多的其他自己以为的东西。你说为什么？他没文化，比格斯没文化，连书都看不懂，是他媳妇儿给他念书，媳妇儿给他念信。在今天的社会，在就是今天的精英社会，人们把受教育当成神明去崇拜，人们把自己给毁了。啊，人们把自己给毁了。OK， 我要坚持把这段说完，我们一会儿说股票。OK， 那他的故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所以当这个米尔顿飓风来。这米尔顿飓风正好是在比格茨那个视频做完之后骤然形成的，就是我们昨天分享的那个视频，比格茨说结束了之后，这个米尔顿飓风突然涨到5级，全世界科学家在疑惑为什么。陶哥在这儿跟你说，在往后发生的事情，所有的科学家连捡烂纸都不配，连捡垃圾都不配。科学就是为人们创造便利跟福祉，人给自己创造便利跟福祉，满足的是什么？贪婪。对抗的是命运。所以200多年前，对吧？蒸汽化革，蒸汽机英国人干的。所以在蒸汽机大发达的时候，就是马克思最吹牛的时候，最牛叉的时候。你想吗？要把人一体化，人类社会整个一体化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英国人发展了蒸汽机，创造了科学的基础。法国人摧毁了 文化，摧毁了绘画。文艺复兴的绘画被法国人干了，把脸画在屁股上，挣老了钱了，疯子把耳朵割下来。那向日葵那个作品，是所有作品当中，在拍卖当中第一个超过1000万的作品，那都多少年前了？20年前、30年前，那是疯子，那是疯子画的画，人们把它作为绝世佳品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早期涛哥讲节目的时候就讲过，你自己不把耳朵嘎下来，你要能看得懂，你要能看得懂向日葵，那才怪。如果你没嘎掉耳朵，你就能看懂了向日葵，你就是个精神病。因为你必须跟作者的生命境界连在一起喽。同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回到飓风上是同样的故事。所以他来的非常突然，结果跟比格茨那个故事很有趣，很有趣的。非常有趣，非常有趣。涛哥结婚了吗？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惯，这是中国人的习惯。中国人什么习惯呢？你家几个孩子啊？你结婚了？你结过几次婚呢？你娶过几个老婆呀？对不对？我说句难听话，就我们说，不懂得尊重别人，就不是尊重自己。就像我们跟大家介绍过，在北美很多中国人租房子，那这房子，一个房子租3间4间，自己赚钱。那北美的房子一点都不隔音，夫妻两个人，那儿有夫妻俩，这有夫妻俩，我跟你说，整个房子里就是演黄片，整个房子里就是演黄片，大家谁也不说。
所以为什么说你来这个地方啊，它不好混，就是你这样的生性习惯很难混的，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接受的。你只要一说话，这人一看，完了，就这么个故事。那同样，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很多原来因为工讨生活嘛，北美，所以看到接触过很多，比如说从欧洲过来的北美的一些人，其实包括稍微正常一点，这个房子很多他们是租的，他们租的房子也收拾了，按照自己的格调去收拾它，前面有小花园啊，哪怕就这么一块地儿，他也给你种两棵，按照他自己的，然后后面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他要有个家，他要有个家。中国人移民不是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赚钱的根本。那你说把所有东西都变成赚钱的根本，那你让那女人怎么守得住啊？你让那女人怎么守得住啊？所以非常就是看不下眼，真的看不下眼。那个很多那个人那房子租的，哎，那个小院，那房子多少米？八九百尺，1100尺，这都不是，这都小房子当趟呀。OK， 这事我们就这么说了，因为你朋友问这问题。OK， 所以这个米尔顿这个飓风呢还没有到，但是在时间上呢，我就把它解读成惩罚开始了。就比克斯预言中讲的惩罚开始了。10月2号是犹太人的新年，10月3号出现的月这个日环食，对不对？今天是9号，所以在从犹太人的新年一开始的第7天，飓风袭击了美国，就米尔顿袭击了美国，而它的名字的含义就是亚当夏娃。而前一个大飓风 Helen 是9月26号，所以如果你按照9月26号这么去算的话，到10月3号就是出现日环食那天，因为犹太人的这个新年它是3天，2、3、4，所以呢也就在犹太人新年前7天出现一个飓风，新年后又出现另外一个飓风。大家知道在《西游记》当中有那么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什么人生于禽，人生于银，禽生于人，兽生于银，然后呢开天之后辟地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了水，产生了石，产生了山，大概产生5种，我记不下来，因为它不是金木水火土，它是指地表上的，就是我们地球上地表的。而产生的最后一个是风，是风。那风为什么这么厉害？风是无形的，风眼睛看不着，但会迷眼睛，对不对？它是完全气流在走动的，那它是无形的，完全气流在走动的，完全气流在走动的，它的物质结构，就是物质组成的结构，是超过了物质组成的结构，超过了这个我们看到的石头，我们看到的有形的东西。水你是可以触摸的，风你是触摸不了的。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的环境中，我们能够自然环境中接触到的有形的物质成分和水之外，就是风，就是空气。所以空气的形式在人的生命中是最高的。那第一个惩罚就从这儿来的，从风声来的，冲着美国去的。冲着美国并不代表说美国
就完蛋了。如果不是冲着美国，就是如果你让涛哥说，就是美国还有可以留下的东西，可以留下的好东西，所以让他先经历磨难。那说那涛哥最后就到共产党脑子上，什么都没有，收官之战在今天的中共国。所以海伦季风9月26号，距离犹太人新年7天，那这个飓风密尔顿飓风是在比克茨讲的10月3号的所谓的这个分水岭之后出现，而且出现的没有任何前兆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愿意把它解读成就是比克茨讲的惩罚，出事就开始了，是跟他的名字直接相关。那这个名字不是我，只是我昨天突然想起来，我这 Milton 到底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住的地方旁边小趟就叫 Milton， 那是当地的一个女子监狱在那地方，所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比如像汉密尔顿这个那，这个名字他都有出处的，所以 Milton 的出处是亚当，就这么讲对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了，就这么讲对了，跟大家。说也就人说涛哥，那你想讲什么？我刚才有朋友提到了，比格茨现在就剩祈祷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就剩祈祷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就是说他所预言的事情，在他的眼睛里，在他就是来掌控他的神不许他说了，只能祈祷了，只能祈祷，那是他自己逃避的，就是逃避的一种方式吧。而这里面呢，而这里面呢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背景环境啊，就是这么大概就这么个故事了。